交好了，课也上好了，该去读书了。嗯，小爱在念过书的，还抄写了成语。昨天不是说过，下午要玩游戏的，不可以撒谎哦。学校对象说过吗？当然了。哎，欺负啥呢你？我们踢球啊。嗯。踢球？喂，每天踢球你都不闷呐？嗯。哎，我们玩一个心理游戏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好。那我们今天玩半决赛。半决赛。可以在我们上次少年节看的那些戏，那些戏里面啊，扮神仙打官，看好威风啊！那你告诉我，你要扮谁啊？嗯，我要扮大官，爹看了不怕他的，见了他要弯腰打捏的。